国国民党。委员会啊，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啊，中国国民党什么委员会？印啊，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吗？在研究哦，你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啊，中国国民党，那中央没有印，没有科嘛，就。叫做中国国民党委员会，印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印啊，这样就清楚了。你看到最右边大字那样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证明书，所以就知道那个印章啊，官印啊，那个官方那个字是篆书，小篆篆书。可引荐那个用篆书。